拿到没？撞得黑黑的，眼睛都黑黑的，为什么？嗯，还可不可以讲话？没有拍片。拍下来啊，我是在录影啊。你看，你看你眼睛都黑黑的，有没有？乌鸡吗？好，看前面。可以，来，把它撞墙了。对。让我们先来欢迎子萱的父母亲介仲淑清夫妇出场。看到现在赵成、雅文他们所成就的天使星，原来就是源自于他们对大女儿永金的爱，转化为带领数百位的志工服务这么多的身障家庭，这才是最好的见证。子萱，再怎么跌跌撞撞，人生不会就此停格，他还是要迈向另一阶段的。最起码，子萱不会孤单，面对未来各式各样的困难挑战，有爸爸妈妈，我们一起努力面对。你们猜，今年子萱七岁时他生日许下什么愿望？我们让他自己说好了。我们来欢迎子萱。子萱啊，你现在已经会走了，那你今年七岁生日时，你要许下什么愿望呢？你们听得懂吗？他说他想要快快学会跑步，然后要去迪士尼乐园玩呢。子萱啊，爸爸妈妈相信你的新愿望一定会很快实现的哦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还有啊，还有一件事，爸爸妈妈要你永远的记住这一天。你看看台下有这么多的人在替你加油打气。也许啊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会遇到一些挫折、困难，或是一些不如意的事，你都要记住，有这么多人在给你支持与祝福。集合这些力量，你一定能够顺利的突破难关的。还有啊，你也要学会感恩。这时候你要跟大家说什么呢？简单
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介仲，谢谢淑清，也谢谢子萱。每次看到这对夫妻，我们就觉得很感动。他盼望他的小孩走路等了六年，我等我们孩子叫爸爸妈妈等了七年。我在座位还看到很多家长，他们还在等。加油！